你来呀，你出来呀。你别笑。妈，给我200块钱。干哈呀？张嘴就要200呀？家里面有矿啊。你给我来200，七夕了我要出去约会。约会呀？你早说呀，不就200块钱吗？去吧。站住！把钱给我。爸，这是我和心如止水约会的钱，你给我。啥心如止水呀？那是我新建的小号，我为了骗你这200块钱，我都跟你聊了半个月了。滚！